道的人是不是该被打？我们从坐票变站票，耶！变站票，罪魁祸首。真的不是。为什么这么晚？我鞋子很难穿哎，真的很难穿哎。所以你拿去买。你刚才买？对。刚才买。对。啊，你原本的穿在脚上的那双。我是先回家拿。好，先回家。对不起。迟到喽，五点集合。不会，准备出发。好，出发。Go go。睡醒，神木。我们现在到准备要登陆的路口，因为它八点才会开，所以我们现在车大家都在这边等。待会就去到登山口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行程，俊大圣 ，Go， 出发喽 ，Go Go， 马上问路。轻松啊！轻松，干嘛啦？
终点。那经历三个半小时，登顶喽！现在吃完午餐，再30分钟，我们就要再花3个小时下山。哇，这边很可怕！右脚往前 ，Go Go！ 三角点抵达。OK， 帅。这边应该要喊一下。来，俊大山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都要千辛万苦这样走回，成功，下一座再说，再见，拜。俊大山，谢谢。谢谢。大家再见。